大熊吗 ？Hello， 早。早。这里面这个芦笋是可以直接吃的吗？可以的，你放一点那个胡椒就可以吃。还是好吃的。好吃。好吃啊。哎呦。哎哎，乐什么？咋的？哎，让你看了吗？怎么回事？好微妙啊！回头看。没事，上面都我来收拾就好了。不，我们搞一点，看搞了有点多盘子。所以就是他们俩一起做的早饭，再分我们和你。啊，没事没事，真没事。你要着急上班，我这么着急今天。还有十多分钟。那个眼镜挺好看的，啊，谢谢。来了，哎呦，Simon 的小眼神就像一个小雷达一样。啊，对，完全不知危险即将临近。应该是麦姐啦。来了来了，谁？Hello. 谢谢。对啊，就是 Melody 嘛， Melody 我就说的嘛。完蛋了 ，Simon 呢？我。Hello. 谢谢。天哪，新来的真的勇敢啊！猜到了，因为他们真没，实在没机会。他现在再不出招的话，就没机会出招了，你知道吧？你记得我之前我说 Simon 把这个交给了大熊，说可以用这个 mini day 的，结果把这招使在了自己身上了。是 Simon 挖了个坑给自己跳，而且他们都约了，好像在之前咱们看来有。固定 CP 就两个人好像有信号了，对，对，而且相对来说算瓷实。爱情没有先来后到，好吗？在哪儿呢？对对。不错。你的腿还好吗？还好还好，今天好一点。你早上去的很早吗？去公司？今天本来要拍几个东西的。啊，是服装类的吗？还是？都做一点吧，美妆啊、时尚啊都做一些，主要还是美妆、时尚。啊，大女子。也不搞笑，主要是。谁要搞笑啊？真的是长得漂亮，谁要搞笑？我能做时装，我也想去做时装，好吧？真的吗？我还挺羡慕那些可以做搞笑的，我觉得挺有趣的。看你的目标人群是什么？我们搞笑的目标人群就他们又不买东西的。但是每个人都要快乐呀。对啊，就看到好看的服装这些也有人会快乐。哇，这么大呀！吃吧，没事，吃不完打包。谢谢。嗯。
我们这已经十天了呢。就这十天你感觉还好吗？挺不一样的，就每次回家还一堆的人在。对，就不像自己一个人自己一个人住的时候的那样子。其实我是觉得有点回到了学生时代。对，就有点回到学生时代那种很纯粹的感觉吧。对。这话 Simon 跟他说过吗？聊过学生时代这个？没有。好像没有啊。哇 ，Simon 该怎么办呢？哇，天哪！高中毕业都已经六年、七年了。感觉还在昨天。我不知道，可能是因为我只上了两年大学，所以大学感觉过得很快。为什么会辍学呢？当时就想去北漂当编剧啊。我当时就是去北京，然后就跟着那个导演，我待了两年多。哦，等于讲你在大学那两年在他这儿补了。可以这么理解。那也挺有意思的。对啊。那后面为什么会去做脱口秀？到了后面就会发现没有成就感。当电影编剧真的你需要沉淀个十几年吧，你都不一定进得去那个核心的圈子。我在他那里当编剧的时候有去偶尔讲一讲，然后后来就我们现在这个老板就说要不就过来做吧，然后就来了，一直到现在。《致命春娇》我是很喜欢的，还是看了挺多遍。它影响太多人了，我发现。尤其是九零后。对，我第一部的时候，我高一高二吧。我也是呢，对，差不多嘛，高中的时候。那个时候我也深陷其中，那个时候就会把它带入自己。对啊，就是浪漫。哎，对。你喜欢什么电影？那个《爱在黎明破晓前》。你看过吗？其实我一直没看，因为我看爱情片看真的比较少，可能没那么容易被爱情片感动吧。但是《爱在我迟早要看的》，我已经跟自己说了起码好多年。我感觉《爱在》是不是每个女生都喜欢的？也不是吧。也不是，但好像每个文艺青年都会喜欢。我去巴黎的时候还有去找他们那个书店。爱在三部曲里面的哦，先把爱在看了，我今年也把爱在看了。今年我发誓。那现在几点了？快四点了，要走了吗？我也差不多走了。好的。你回来这么早？你不是参加活动吗？参加了就回来了啦。比我还快。给你列了个清单。这是什么？哦，电影啊。下午说的那些电影。哦。电影，他可能列的是他自己看过的，想推荐的。我看一下 ，Crush 看过。啊 ，Crush 看过了，行吧。这个神秘列车是吗？是浪漫的，是浪漫的。不难受就行。不难受。哦。还有个木兰花，不是花木兰。它也是几个故事穿插在一起。这有点像学生给老师交作业。你还在看那个？但是我挺困的，其实有点看不清。那你为什么不去睡一下？我可能看书看着看着就睡着了。我坐外面。感觉这里很舒服。
时期的舒服就是没有感觉的信号，因为是吗？对，这种事情一定是非常紧张的，一定很在。要是有的话，谁会躲进去睡觉，就早聊天了。就觉得兄弟来了，哎，来坐啊，我躺会儿。